然后我们就在这边今天早晨一早就过来看这个威猛红，我也知道今天七十变，所以带孩子也来看一下爱国教育。因为今天正好是七七事变发生的86周年，所以我们就想着过来纪念一下。我们不能忘记历史，我们只有就是吸取历史教训，铭记历史，我们才能走得更远。